宝开了。哎呀！谁勾谁把财神到你家弄懵了？没毛病，开肉，真香啊！大吉大利，给我吃鸡！你们队长，我是鸡脑袋，给我戳戳戳戳他，弄懵了，没毛病，开肉，真香啊！这是长寿面呢。老铁们，咱们今天简简单单喝着小米粥，再吃点西红柿炒蛋。队长，我这西红柿炒蛋给我戳戳戳戳它，能能了，没毛病，开肉。哎呦！